他把中带的那个去，你刚开始师傅打个在线带过来的，偶尔如果你刚办一年，那个师傅打个在线过来，该去109年，该去公文，该去读书时间个在线呢，八万万人过来是，那过来我五个过来，来新加过来的，刚把十三年呢，过来刚买时间呢，过来阿摩尼。那是他们的妈，他讲，阿爸是跟给个查理先，过来个阿康去什么了？刘廷将选题的是序号十。该园林会是个12月22日，八年没改，109年改，古墓应过来个查理先，过来我五个过八万不啦？该要啥呢？过来我报名过西京过来，那个2464名，那过来我五个改，那个94人，是过年大队人过来，那个6.79%。因为我估计可能没落入来个呀，那他们不不少人的实在。那去保利我不是说那个利息，因为陆怡芳那估计给三等环保技术类，那今年过来不白那估计给三等林业技术类，因为他妈大家来给台东县给环保就是苗栗泰安乡公所县都们是给他搞个呢，那帮面他去不落。因为本来就对环境议题蛮有兴趣的，所以就看到环保局就这样，好。一开始一定是从小的开始做起，所以就希望能够赶快上手，然后看能不能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说可能会做进发补偿的业务，这样子就是民众来办这样子，然后就帮忙他这样，然后也是很多泰安乡嘛，就是很多原住民泰雅族的，就希望可以也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吧，维护他们的权益。那帮个妈哩，给个我比哩个啦，忙个哈哩个哩个是。那跟三等一般行政个啦，我会基本个承接入。那哩莫该去啊，高安个是八天个啦，莫该原民会。原住民族行政或政策第一线的执行人员，然后我想要参入这其中，然后并试图去了解跟理解，就是原住民政策是怎么运作的。该啥呢？那不都是帮个啦，办法不啦？该说原民会啦，不灵个哩啊。吕在利个个110年，我是跟个个读书是跟个，但来个个我初级个个，我不是是个在里先的是，我113年个个，我是跟个个123等年，我是跟个呢，来得来个个中级个是个。啊，只是说要特别再提醒，明年要考原特的族人呢，要取得初级认证才可以。那如果在你国中考高中，或者是为过去没有还没有取得足以认证的话呢，我们明年特别加考一次足以认证。该原民会啊，该给110年，该给4月份呀，哪里把立马过来新安该个在里先呢？哪怕不灵啊，另外该给新安读书新安呀，给把保龄啊过来把查，直接把得了。